说不管你是想考虑他们在哪里呀。台湾来试试运气，这个入境的时候呢有一个可以抽奖，就是要在入境前一天去这个网站上登记。这个网站呢也很简单，等会儿可以发在那个上面，就是是5000.taiwan.net.tw.net.tw 那我现在来看看我的运气。来了以后呢，就在这里，这个专门有一个地方叫右转到金福器，对，然后用 QR code 在这边看看有没有中奖。来，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。Here. QR code 对着屏幕。找到了，看一下，9 8 7 4，Enjoy your trip, but try again on your next visit. OK. 看着就是没有中奖。All right. 好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小伙伴能中奖。这边拿到的这个 Lucky Land。抽奖可以用于坐车、便利店消费。